大家好，看这么大个的红薯，地板这些是挑起来通通风，到时候拿来蒸熟。这个是用比较好红皮，然后繁星的红薯。那种是繁星的。这个啊，我是觉得是繁星的，打赌一下。嗯，我猜是繁星的。你看，你错了。这边是比较好吃呀、啊。就挑起来，它就是看起来长得比较好看一些。我们一般是红薯挖回来，放几天再煮熟吃。感觉像地瓜，感觉像。刚挖回来了，直接煮的话就不甜。我知道了，你看这种比较不好的，然后你拿去弄鸡，然后点鸡翅，然后比较好的你给我们人家吃。啊。没想吃，煮几个。还行，我来敲。这个敲烫嘟嘟了。哎，这个也挺错的。嗯。容易容易大。好像萝卜哟。变坏了，不要了。这个西瓜不要完美，没有难吃。没有啊，我妈妈叫我敲几个，等下去煮了。我先敲几个比较好的。哎，这个敲的。敲好了吗？单敲五个来。啊。可以了没？够了。可以再来两个吧。可以了啊。放高压锅这样煮比较快，蒸几蒸十五分钟。我要定时。你要不要跟我摘菜？要。今天要吃芥蓝，前几天我们说的是橄榄菜，很多朋友说那个也叫芥蓝。稻机干活挺快的，看这一片稻谷都收割完了。这个太晚摘了，都开花了。我是觉得这个杆好吃，然后等一下叶子放少一点。今天买猪肉了，炒猪肉吃。这吃起来脆脆的，然后有一点点苦。我们家挺喜欢这个菜。叶子拿的比较少。
一小块的瘦肉，中午买排骨吃，然后剩的这块瘦肉。加点水，盐，酱油，感觉还是这个锅铲比较好用。这样子看，这道菜很像那个莴笋。大家看到这些红薯，有没有想吃的？这如果是来烤，很香啊。吃饭啦！啊，珊珊，还没吧？哎，看不到呀，关下珊珊。哎，聊了半天。嗯，这个饭好吃不好吃？怎么放？它米放在心里。哦。啊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一样啊。更软一点。嗯，更软一点。嗯。